因着依旧消防节搁加上年节要到啊，市府消防局第三救灾救护大队七号伫个嘉义区公所扩大办理防火的宣导座谈会，邀请协区内各机关、场所防火管理人员，也搁有甲事业者等等做伙来参加，加强民众防火防灾意识。我们这个邀请了这个，前高雄市的啊，高雄县的这个局长啊。陈宏明啊，陈老师来帮我们讲课啊，来丰富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啊，来教会我们现场的这个来宾听众。第三救灾救护大队的大队长杨子俊表示讲，有议员关心学生的消防知识普遍不足的现象，因此大队制作一支大约五分外钟中英文双语版本的消防宣导的微电影，希望讲会当推广到校园，让囡仔了解正确的知识。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呢，我们制作了一个大概五分钟的啊中英文版的啊这个防火宣导的短片啊，那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微电影呢，来提高学童他们的这个学习的兴趣，那寓教于乐啊，让他们来能够快乐学习。现场也安排有奖征答的活动，参会民众拢真认真咧听课做记录。消防局表示讲，由着即届的座谈拍头阵，接下来会伫各分队办理一系列的宣导活动，予市民来体验，接着趣味活泼的活动，予市民了解防火防灾的重要，避免灾害意外发生。南投新闻台记者嘉丽采访报道。